这就是刚刚我们做好的将卧牛与太极图相融合的一个黄花梨手把件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周，今天我们做一个黄花梨的一个手把件。这块黄花梨的料子不大，但是呢做一个手把件是非常不错的。先把这个料子给固定好，然后我们的师傅就开始设计。根据这个料子的形状呢，我们的师傅设计了一个太极的一个形态，然后在一边呢还雕刻了一个小的一个牛头。俗话说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这个手把件如果做好的话，那真的是手握太极，生生不息。十九岁的那一天，我来到黄淮的面前，为了能和你再一人遇见，我就服了我的思念。二十岁的那一天，吉他在我身边，张开了温热的手，与你的爱涌上了心头。也许我患得患失的梦，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，披荆着穿越山河的剑，刺的都是用尽自己的人。也许我辗转反侧的梦，我是你如梦山河的故人，就让这清汤寡斗的酒留下阴阳自立在你我的心。谢谢你不再让我彷徨，你是我情深似海的依赖，我是你早已过时的旧爱。反正这不散不死的年纪，谁也不会只为谁。